奸计，拒绝同桌，我要开台改气，奸计耶，先开再说，坐下去就跑走，八点了，八点了，小燕怎么不坐？没有，我在看他们两个，杰克坐来对面有人就哎、欸，不能打人，我还想说这是禁忌饭桌，行啊，还想说我反手腕有没有？我打啊，是那个母里人的那个站在那边，他开始狂奸，狂奸反手，现在换我要开台了，阿丘吧，好，哦、这什么啊？好好好，开开开，造型台，大家。嗯，现在看看控制室啊。哦，好的，这里好空哦。对，哇，这怎么有这种货物啊？怎么会有这种货物啊？抢啊！抢货！啊？什么货物？哦，你说那个哦？对啊，我刚刚已经爬了，我已经爬了很久了。哇，好难跳。对，这真的有点难跳。怎么一直在看着西瓜？他有一个比较难的跑酷、啊、我在看，我看等一下我要出货的东西啊，出货的东西，出什么货？就什么货？就这个啊，就这个啊，出什么货？讲清楚，讲清楚，爬上来不知道去哪。嘿，上面啊，这边有楼梯。哦，等一下，跳啊，没跟。哦，这里有楼梯哦。原来是跑酷游戏啊！这边没有，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苦力怕战争。为什么中间不是绿色的苦力怕、啊？有啊，在后面啊，在后面，对，后面呢、啊？吸回头，控制那边做得很好呢。嗯，苦力怕战争，然后他没有介绍书，所以要回去看。好，那个吧，好，还不啊？我就故意挤出去，有没有？啊，好难哦！上面有什么啊？不知道、啊，一箱西瓜之类的吗？哦哦、啊，你要被打了哦！好危险哦！很危险哦！你还想写最后一张吗？好好讲话哦、啊！你又不知道西瓜很好吃，你还想要依序进行吗？心底你还想要钱吗？哎、欸，你们不能这样排挤喜欢吃西瓜的孩子。你看他，只是单纯喜欢。你看，告喜欢啊，他还把颜色穿在身上，这是告白吗？有吗？哪有？我上来了，大概看懂了。哦，好，好。他这张地图有一点点类似那个，嗯，因为我们之前玩那个，有一点类似那个天空突袭战哦，就是双方有核心要保护，然后又要盖桥到对方那里。那、嗯、我们的核心就是苦力怕、啊，而且会有三只。对，就是从近中远的这三只、哦，那想办法就是要把对方三个苦力怕的地方给毁灭掉。哦、然后呢，有一点类似那种 bear world， 就是在中间的地方会有一些矿物资源，嗯、有钻石跟绿宝石可以去拿。嗯、那家里呢也有一些资源，嗯、家里的是火药、嗯。对，那火药就是所有的经济来源，就是你要买东西啊，哦、就是要利用这些钱去买，就是钱就是火药啦、哦、好，了解。那绿宝石跟钻石，它也可以换成。就是绿宝石是三十个火药，那钻石等于十五个火药，是这样子。嗯，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呢，就是这个王国之战都没有的情侣系统。哎呦，哎呦，当第一只苦力怕死后，会有随机两位玩家变成情侣系统，变成情侣啊。哎呦，然后情侣的话，他们只要靠近。就会有抗性效果，彼此就会有抗性。老师，我问题，嗯、保护对方、啊、是两边都会有情侣，还是一边而已？很好，他没有说得很清楚。不知道，只能等等看一下。他会不会跟敌对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他书上不是他不是书，他没有书，他的疤痕也没有写很清楚。只知道两位玩家。然后呢，他还有一个叫做小三系统。就是某一方的第二只苦力怕死后，会随机选择一位玩家变成小三，那那个小三是非常非常的仇恨，所以他会拥有永久的力量效果。哇，好气啊！那小三绝对不会是情侣的那两人之中啊。嗯哦，然后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随机的事件啊，就可以去，到时候就会知道了。好，好，苦力怕好像是有血量的。它是血量制度、嗯、就不是你打一下就死、哦、而是要持续的去打。嗯 ,OK。反正我们玩了一场就知道好不好好、嗯、没问题。调整一下。
三角关系、啊、也会有观众场，观众想玩，原来是那边 DC 准备啊，新地图哦，嗯，今天有观众、欸，有个新奇新地图，这个要怎么上去、啊？好好的了解，啊、旋转、啊、跳跃，跳哦，你怎么太菜了？我比这烟四百五百六百，不要推 ，no 推 no 推 no 推，怎么跳什么啊？是、嗯。啊，这就是经验盘、哦、你猜啊！哦，他那边原来还有一个楼梯哦，有啊有啊，不然他们怎么上去的？哦，你们要来上面吗？啊，哦、他知道了，苦心手，哥不用学转跳嘛，贴着跳就好了、啊。王跳落，自然回血。看影月用屁股 上梯，用屁股上楼梯。我用屁股，情侣小三，屁股就可以爬啦，干嘛要跳？对啊，干嘛跳？屁股很有力。你现在知道了，他应该有练金刚屁屁，金刚屁屁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来喽。武力判的数量是五十、一百、两百五。哦，好的，再说家里的就比较多。嗯，因为还有三只啊，三只。嗯，哦，就随机分类。好，好，灯金队，我们是金色哦，我们是金三三蓝队，蓝的是金色狂风队哦。哎呀，好帅哦，这名字有点帅。狂风队下来吧，下楼喽。那我们要有点，我们要取一个比较中二的蓝色焰火队。不是蓝色水玲珑吗？哈，没有哎、欸，没听，不是点到 SK。好，金色狂风队，啊，金色狂风来喽！好，没玩过，反正玩了都知道啦。没有，起手16个火药，那我要集中在一起吗？然后有那种哦，差西啊，气死了，吓我一跳。到啊，先找那个嘛，商店。哦，你还没有补充说，还没有补充说什么？游戏到了一个阶段之后，装备会提升。奇怪的商人，有第二阶段，二十分钟后，嗯，他怕人家就是装备的差距变太大。了解了解。哦，还有隐形哎，赞哦。对，应该是要先买那个吧，垫脚石之类的。哦，对，有杂货商人，一个火药可以换一些羊毛。好的，这是大家都有吗？都有都有都有。都有、哦、都有，所以全部人站在经验上面，全每个人都有火药啊，物资，火药是货币、啊，物资会共有。那个背我，嗯，没事，背 world， 这是我的工作了，谢谢音乐，我帮你拖货，那你送货，哎、欸，好，我送货，我去送，可是要买什么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音乐，你刚刚是两个拿吗？会那个东西会没有？两个，哎、只是两个啊，哦、中间中间有、欸、没有？会平均需要羊毛支援。我现在拿一个，你走就两个两个。这边都是换钱的。我现在是两个。那这样呗。Go go！ 来，中间绿宝石，抢绿宝石，抢绿宝石。两边绿宝石抢啊！我一直是两个哎。钻石点位在哪？好多火药。嗯？怎么里面有东西吗？里面有东西哦，会有箱子要看哦。火药，更多的火药。34个火药，哎，32个，超多。然后绿宝石是一分钟，钻石。哎，他们一定过来，那个家里的，我们需要武器。啊！我去，你是不是把火药弄不见了？没有，但是我觉得我要，他们要过来了。啊！家里的，救命啊！家里的，算了。等一下，我在买东西。啊！我整套了。Switch 换你们，你们换你们。好，我出发，家里他的钱一定要站在上面才会有吗？还是对，要站在上面，站在经验上。有啊，他会持续掉，嗯，还可以一段时间再过来。哦，可是站在上面，好像大家都会给，是不是？会比较快一点。我们需要出门啊。嗯，我们需要出门。中间商人是干嘛的？货币商人。对，就主要是拿那个绿宝石可以换钱。嗯，哦，他钻石也可以换钱哦。我先换一堆剑石，感觉剑石就是很重要。哎，等一下我们桥被破坏是不是？对，好像是。他们坏坏，该不会没有带吧？我只有带装备来而已。我想说紧急支援就装备穿上就跑上来了。对啊，欸，他们。哦，旁边是钻石。然后团团是不是也没有带垫脚石？对，我们整个家都不会带啊！有了，我来了，我刚刚去拿绿宝石换钱。我一塔传送阵，
好，下去。有人下去了。哪里有那个传送阵可以直接快速到一塔？哦，啊！我杀人，我发光。好好，我来了。那个繁星，哎，我分你一些。垫脚石在后面。繁星是掉下去了吗？团团，你怎么那么大只？我已经在家里了，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一打过来有那个有垫脚石可以拿。好，哎呦，好多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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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过去打架、啊。哈，你好 carry 哦，有个铁装就好 carry 哦。哎，成为情侣了。我打了他们第一次啊，好快啊，干掉了，好快。哎，有人变情侣了。有人变情侣，有人是情侣了。变情侣，哈基跟没有吗？洋洋没有啊，是他们的是情侣哦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谁的死掉就谁会变情侣？那是说其中一方吗？嗯，哦，他应该说、你看文字游戏哦，文字游戏哦、哎。嗯，这个很你刚是骂脏话吗？阿达，我说阿达，阿达，阿达。哦，你们一定是听错了，我说阿达。好 ，OK， 误会。哎、欸，有观众说网上有附魔台，网上有附魔台，但是这装这游戏会喷装，对哦哦吼，对，就是不能掉下去。嗯，那我们的桥要不要加大一点？有，我想要加宽了。我带、啊、快速回家，垫脚石来了。我垫脚石换太多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彼此射。好，那我回家。哎、欸，哦，原来加油！哦，原来是巧克力挤我下去的、哦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然后关我什么事？我刚以为你是故意走很久了，然后我就很顺势都说团团哦，我一个躺着中枪哎、欸，呜呜，有问题就我团团。名字后面那是什么啊？名字后面哦，那个是你复活的时间，你杀了几个人就复活1.5秒。哦、oh, ，还有方块消除器耶，好猛哦！哇塞，有点帅。小隐形，小雨想干嘛？小雨想过来。这什么踩到云的人会连续被雷劈？好凶啊！他是那个药水啊，自流药水啊，那里可能就是扔在上面，垫脚石上面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样走上不去。没有，我要这样。哦、oh, ，看他们只能挖了，放个治愈兔兔，兔兔来啊，来啊，兔兔来啊，兔兔来啊，小雨过来啊，音乐超嗨，过来啊，盾牌，我觉得我要换很多垫脚石，我要来叠别的路啊，我们这个钱超多啊，这边钱也很多，哎呦，哎，他们在叠方，走开了。还是我也换一个方块消除器到前线啊，下去吧，可以让你们那个下去吧，两个下去了，呦呼，哎、欸，他自己在射弓箭，你说更楼上有附魔台是不是？我、哦、看到了，嗨，哦，嗨，哦，有盾牌，手淫呢，这样超强哎、欸，哇，嗨，哎，箱子里有那个垫脚石跟火药，你们自己拿哦，好。好，我要去前线。不需要有种有一个很强力的弓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传送门在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。对 对，侧边，侧边一下。哎、欸，剩下钱。走过去就会传过去吗？哦，有了。来啊，全部买箭石。哎、欸，前线剩你了，雨月。雨月，我来了。好，我也快来了。你也快来了。我们的方块被挖掉了。好，帮我撑10秒。啊、哈基，哎、欸，来了，我假期了，你下面有没有更多的食物？哦，你们是不是都输了？我被打下期了，喂、欸，哎、欸，喂、欸，有什么事？我还爆装哎、欸，爆装哎、欸，对啊，爆装了、哦，那个牛排，更多牛排，哇、哦，赞，喂、哦，铁装，我有铁装，哎、欸，我下来了，哎、欸，这样、啊，我觉得他那个喷装。会有一点太那个，亏欸、很亏啊，超亏、嗯。他有可以关呐、啊，他可以关。我这样完全不用买，这样直接打他们的就好了。哎呀，还赚，直接抢对方的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巧克力你要过来吗？我已经在我们这了。哦，因为我在贪财啊，贪财啊。哦，你在贪财，好。十颗钻石啊，贪财。哇、哦，好多哦。捡个、哦，绿宝石要重生，它右边会显示那个绿宝石重生时间。嗯，还有钻石的重生时间。贪财，有了。
啊，我们要去换那个，真的要换消除器，我刚忘了换。他们拿羊毛包自己的苦力怕了。哎呀，能拿自己的木剑挖？哎，小可怜，没了，没了，贪财的下场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想说啊，对，这是他们传送阵。我想说，可能在前面，怎么我会被打下去？对，他们有传送阵。哎呀，那也太霸气了吧！他那个传送阵应该设定成让苦力怕爆掉，他就不能用了。我也觉得，你苦力怕都没了，你还可以传送阵，这太不符合直觉了，真的。中间是小雨，小雨铁装好强。我想说我回来换个那个，换个小雨消除器。小雨来啊来啊！可恶，他只顾着贪财，他只顾着贪财，大家都是贪财鬼，贪财，重点根本不是杀死人，把他打去。不行，又多一个人了。哎，家里的人，等一下，他剑手好贵哦，打去，哎，我掉。好难打啊！好了。我要来去猜他们家了。等一下，我们第一个苦力怕可能会被打哦。哦，我来了，要小心，要小心 ，Go Go Go， 要小心。哎，对了，那个，哎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家里有没有什么钱多的地方？有啊，那个二楼的箱子那边。二楼的箱子，好。对，我要来学他们叠羊毛了。哎咻，传送门在哪里啊？传送门在一楼，在一楼，在一楼。嗯，哇，家里好像没办法让绿宝石变成钱。嗯，一楼哪里啊？交易要在前面。哦、这里看到了，有看到吗？有，好，有。哦，来了，第二阶段喽，第二阶段会有随机事件。好。哎，一个我觉得超屌嘞，但是忘记是什么。哎，有传送阵，